又是我 Andy Wallpaper 来到今次澳门 GPSA 的 IPSC 国际邀请赛2013啊 Macau Open。 第一次来到澳门，更要访问一下重量级人物，介绍身边这位就是 Johnny， 是他们的会长，是吧？理事长。理事长，是理事长的。访问 Johnny， 今天这么大的比赛了，国际邀请赛有几人参加呢？其实今次赛事呢就170人，哇，都挺多的，打九个 stage， 打九个 stage， 分上下两层，我哋啲片已经出咗嚟，有边啲 stage 部分啦，咁啊，唔好全部扬晒出嚟啊嘛，有啲神秘感，九个 stage， 160人，然之后有咩国家嘅队伍你会参加？今次咧，好多有香港啦，有菲律宾啦，印尼啦，台湾啦，有马来西亚。都有派朋友過嚟一起玩。咦，都幾多國家嚟今次比賽喎？係啊。咁啊，今日咁啱啦，得咁巧，我哋就拍咗啲比賽片段，稍後咧見到相噶啦。咁啊，比賽片段咧，稍後就會俾大家睇。但係一樣嘢就係、是，咦，你哋十週年啦，十週年係一個都幾長嘅時間嚟噶啦，做咗咁多嘢啦，將來有咩展望咧？其實我哋咧一路咁積極推廣 IPSC 氣槍嗰個運動嘅，咁依家咧我哋同實彈嗰邊 IPSC 咧，即係澳門區呢邊咧，大致上已經傾好，明年咧佢哋就主辦，我哋就協辦搞一場喺澳門 Level 3以上嘅 IPSC 氣槍比賽。Level 3以上喎，咁就即係打又係十幾個 course 噶咯。十幾個 course 噶啦，咁啊準備安排喺明年嘅今個月份會打噶啦。即是來年今日啦，11年就打 Level 3啦，咁啊，咦，密切期待下一次我哋再嚟，好，轉播你哋嘅賽事，多謝，好，多謝曬你 ，Johnny， 唔該曬，多謝曬。